어, 다 강자 쏜 거, 산 말이야. 지 고향 찾아줬단 말이야. 내가 당부 가면, 이놈이 니쏜 거래. 맨날, 도톱산출 생각했다. 나를 담채 쏜 거래. 다 피해주러 도와다, 도와줘 말라 그래. 담채 좀 왔어. 지 강가 생각해. 나를 담채 상관들, 아, 사실이다, 상관이니까. 따로 다니는 산속생이 대 도당 그것도 많아 그래 이 말도 송구 그래야지 下一句提到守戒念头为事义，他的意思就是说，依分别念而持守戒律的话，实际上这个三昧也是衰损的。这个观点我们要如何来看待它呢？在一般的律法里面说到要受三昧耶戒，意思就是说必须要保持着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态去守护自心，免于贪嗔痴三毒烦恼的作用，这个是一般三昧耶的要点。在大手印的教法当中所要守护的三昧耶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了知烦恼跟本来智慧无有差别。你如果认为烦恼是过失，烦恼是过患，必须要加以对治，我必须要降服烦恼，它跟智慧是不一样的，你这样子想的话就等于是违反了大手印的三昧耶戒。可是对于初学者来讲，不能够以此为借口说那我就不用守戒律了，因为烦恼不需要对治。对于初学者来讲，一定要对治烦恼，一定要守护戒律，这是根本的。而且呢，应该要抓住根本的三昧耶戒。所谓的根本三昧耶戒是与人相处时以和睦友爱跟互相关爱的心态与他共处，特别是要守护自己的心，不能够离开慈悲心，这是一定要认识的。做这个做食堂，食堂就不叫干净，让你的食堂让自己下等头了，你把我们高阳那边让你食堂的下面是让你的专注做的，别人再到了那多人就把马出吧，再到了这你莫一事就是这还等你把钱莫的，这边是拆迁到这了，你压着车来的，再到了用土路做的，这马几个搬到这里是送过的，当时。特别是当强烈的嗔心升起时，应该以观照本性的智慧去看待这个嗔心的本性，如此一来嗔心等的烦恼分别，如此的妄念将不会对自心产生任何的干扰，因为烦恼已经转为智慧了，它有非常强大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大手印不破不立的境界。但是在一个行者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以智慧照见烦恼本性的境界之前，还没达到如此的境界时，一定要守护自心，免于烦恼的干扰，这是必然要确知的道理。你这个呢，没我也没打那当初也没那么准备他空就到了到了他说的你我把一万米把给我干你没来也就狂了没来多狂了没生生个人心的话他说这里的他这里没有准备这里哪里有的地方差的有的地方的地里没吃过了不生过他就哪里有的地내일도도고를빼뜨다를샵도그들이빼뜨다샤초로탐지잡러매고는거래빼뜨다매고친분들이뭐탐지라지겠어그내일도도고래대에다가들이라니니뭐지차이물로래대마차버듯이라도몇분제고래接下来不住不远不悦意，
不为誓言，暗中灯。我们说禅修是不涣散的安住在所抉择的见地当中，所以禅修跟见地是不会脱节的。抉择见地之后，不涣散的安住就是禅修。当你安住在实相的见解当中的时候，这个见解实际上是无有所住，没有能住所住的差别的，就是无住。你不思任何一法，它是超越性的。了知心的本性犹如虚空，如果你能够契合无有所住、无有思权、没有思维、没有任何的思维作意，心性如同虚空，那么就自然的符合三昧耶的道理。这样子来守护三昧耶誓言，就好像是一盏非常它的灯光非常强的灯火，能够照亮旁边的一切黑暗一样。这个就是智慧的力量，能够焚尽，能够焚烧一切实有的执着。就像是我们看到所有愤怒本尊他们的背后都会有智慧的火焰，它指的就是自然安住在不住不缘无可超越的真实意义的境界当中。但是我们也要同时晓得，在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前所有的勤作努力都还是必须的。显著问个怕我们的拿手连路去那么的头来给我的那我们怎么的怕来这块的누가당신직장에엄마에딴것은누가사쪽에들이사기고방을수장될걸로해다다사기랑그새로다조절된누가가야누가통제될까와르다다른사기랑미시지를대수구조에누구든다름내나내후취난말로통화하죠사기를까당히용수조가자기사기에게책임난발공부하여대사탑재공부하여서다제도움잡을때마미술이비시소그리대도움잡을때마저공부는사기각탑재되는데바이소가진탄신의동쪽도전에서니쪽도전에강을들고래냄바니를들고래냄바니를들이다보언덕레지브리상속식대회주인바나지세도그주인바때를지지네이상속생활들이나지메바차네들이또담가된바나지메바까지들이나지메바로오면은이수메바들이나지메바들이람지이게처음좋아하던람지이런거를대담지대회들이동들이졸는코르스동을타르지이수메바이시대라코로드이거만코로드나잠도는차로는이유는차로는꼬아잠도무요래차로는대신은잠도차도꼬아차서는죽을상기해지는그래고로째가따와서상기슬기체미나서그래고로째가따와서상기슬기따와코로드이러면서상기슬기쪽에이제쪽에하고이동지랑게무슨용이他上级甚至切不到上面的下过来的大的他中间中扩了中了他的他的扩了扩的有哪里若离意图不住边经藏诸法见无余前面讲到的如果我们有所企图有意图的话这个最终的意图我们最终的追求通常是什么呢通常最终的追求就是实相就是佛果那现在我们已经超越了这样子的追求超越了这样子的意图了知心的本性即是佛当下就是佛我们对于心即是佛当下即是佛的这个道理产生了由衷的信解这个就是不住边的道理它是究竟的佛的状态再来经藏诸法见无余我们应该要晓得的是经藏诸法代表了一切佛陀的话语佛陀讲的那么样多的教法它的意思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它都要导向究竟唯一的理趣
究竟唯一的道理。这个唯一的道理谈的是什么呢？一切佛语全部回归到一个主题上面，就是宣说二谛正见。二谛的正见，它最终的关怀是了知佛与众生是无有差别的，佛跟众生在基共同基础本性上面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轮涅无别的道理。那么讲到二谛正见的时候，首先是确立世俗谛当中的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了解到苦因跟苦果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了解到我执就是造就一切痛苦之因，而慈悲就是带来一切快乐的因。由于透过慈悲的力量消融了如同冰块一般的爱我执，当爱我执完全不见，就能够成就无二的智慧。这时候就好像是结冰的海水完全又回归到海的本体，这时候我们的心的本性就契合了佛陀法身，那个如同大海本性的就是本来的心的本性，就是佛陀的法身。这样子的境界就是了知真正佛及众生，佛与众生无有差别的真正的了义。这样子的了解，透过禅修可以完全加以体会、加以确认的。我们就会在禅修当中晓得佛跟众生没有差别，我们的本性都是完全一样的。由于佛跟众生没有差别，所以轮回跟对于这个了悟者本身来说，轮回也不存在，涅槃也不存在。懂的人要明白的就是，懂的人这里大家也话没吧？那他从哪里买的就是买的，我们一定是一定的，你们话的，你们来啥？一来就把差的两家再采用了，甚至这个他把多的，他多少都给你们不让，再采用不了的，滴滴在他东岸头五十两个多，出得不了的。这位呢，他都早晚给的哩，你的咋说咋那的哩，来啥咋算皮，我没，这你说的来嘛啥，他把车用一用嘛的，这马力的就是，从通常讲叫马力的就是，早晚马力吧，他的吧，马力的他的吧，你的大力的你的，哦，你的有个车辆一上过来，现在你是没白去动，你是没个动作呢。当初讲这些什么来的？哦，大树上一些，你现在那个你们都说两个人他出下来的，这家里出不得，到他这里出不了了嘛？他的这个都出下来嘛？哪个人嘛？你他出下来有的出不得。你这个顶不住你就是先把人，顶不住你就是动荡的，他上几个地方行来的了。他就坐在那个，那个身体要是那儿，身体老嘛的，这个身体他就身体，身体老嘛就是，身体老嘛是让他上去个对吧？身体老嘛就是啥的，身体能上去，身体老嘛就是身体他就上去，就上去了，他都上去的。你这一上去说的，热的了，这身体哪块吃的吧？那得养他养他送过去了，养他养这些过来，你先当上块前面的出个笼子，就把人说对吃的养的养的，农家的对养的养的，这个对品牌要，你不准备写这些吧？你不准备写吧？行业就是啥？你上出生那把你打了这个，打完他马车呢？这里哪有身体马的贵？你真是多特别多马的，这里马拿那个马拿打了的，可能门通子跑这边了，你这边的那三级第八的不就是，也不是入门个吧？啊，这三十层那八级的，入门大概也是马尔本的六层，特别要下去。马尔本的六层呢，马尔本的六层他怎么？你的没法查了的，你的上面，这里哪怕他也不就是说，第八入门些的些吧，说。对对对，你妈的，准备红衣帽无所谓的，这他就怎么就过来？这他就十准备的，忙个拉伸我说了，全部什么都是让的，
甚至我东马人是吧，第十五我去了十多个月是吧，我他这里面的那个故事了。接下来看到等持烧毁无明障，所说即是叫明灯。等持指的是入定的智慧，透过入定的智慧能够遣除无明。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有自他二元对立，所以以这样的无明心而产生业，并且呢以这样的无明心升起烦恼，由烦恼而造业，并且呢有与业相关的习气。我们被轮回六道给束缚的力量，就是来自于最原始的无明，就是二元对立的执着，自他的二元对立。那么六道的苦难相，实际上无非就是烦恼展现出来的本来面目。烦恼的自相展现就是六道的相，他说穿了，六道也就是烦恼的本性而已。那么假使能够安住在实相的了悟当中，就能够完全的净化无明，也就不会造业。这时候所造的业跟造业者本身都不存在，那也就没有业可言了。这是指在已经彻见了轮回的彻见了实相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叫做烧毁无明的盖障。我们应该晓得，究竟的无明就是自他二元对立的执着。而就像是密勒日巴尊者所说的，见到心性无二性，即为最殊胜之见。他有这么一个开始，就是最殊胜的见解，就是了解心的本性是无二的，这个就完全焚尽了无明了。那如何能够了知呢？只能够透过禅修自己去体会，没办法从文字的表面去了解什么叫做无二性，什么叫做心的本性。我们是不可能用文字来抉择究竟实相的。而如果你能够透过禅修而真正的契入了无二性的话，无二的智慧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教法明灯，这个就是佛陀在所说的一切法当中最为究竟的教法。佛陀所说的一切法，无非就是要导向自尽其意这一句话，也就是说要让众生体会到众生本为佛的道理。当暂时的课程染污，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的这个究竟无明得到净化的时候，如同虚空一般的佛的自信就展露出来了。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就应该要反复的去串习这个道理，就是心性如同虚空，心与虚空无有差别。这是一个层面，再的跟大家提到了心如虚空，心与虚空无别。我们应该反复去串习这个，并且反复的串习呢，由心而无别的心性本身能够展现出无穷尽的报身功德，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反复去串习的。所谓的教法明灯指的就是这个，当我们能够透过世俗菩提心的熏修而成就对心性的了悟的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遣除黑暗的教法明灯，它就是自尽其意的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菩提心的教法的话，我们的二元对立的心将没有办法获得解决，那么我们的前程就是从黑暗走向黑暗了。因此所谓的教法明灯指的就是能够遣除黑暗，它指的就是拥有菩提心教法的那个时代。就像是我们说时代分为明劫跟暗劫，所谓的明劫指的就是有菩提心教法的时代，就叫做明劫。如果没有菩提心的教法的话，那么我们将无从去解决最根本的无明，也就是二元对立，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为暗劫。这里所谓的教法明灯的这个灯呢，是从外在的光明来做诠释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例子，用太阳光也好，用灯火的光也好，它指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最重要它要反映的是内在心性的光明，也就是体性空、自性明、明空双运的那个本性。同志们就论过那么科学取为大的七万岁，你说怎么那么容易解释？同志们那个看来这个包括这我把他妈没把这连一下这个第一次没吃的了，我都来就别动了，什么动没事吧，那你没理由就他讲这种开始有的开始有的，但是能把人能把买的这大学有买的
能把人里面有了上海出个生的东西有没上百的人家有没这是大国有病啊我说他他还是一个上海能把叫你切送哦那这个能把人用的上不人那样谁能把我去叫你都把手切的谁能把哪个能把这些上百的人家上海出个生的东西十来万人这里上百的人家有把他的难个能把这三个能把这些人不没把这叫要那里甚至他的多少都差嘛这个不可能都会有的都那个他人从哪多的人那个工作最大的人呢他都这些人不这没把这叫要那里这些人大量在经济上节约的这个人呢那个的人就没得没得把这个从那地方发出工作来就这些机器不会就这个没证明呢这些那个的人有人跟用过有的也说我的东西你们出个让我变成他你要把这些东西上去那么的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些东西上去你要把这些东西上去出把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上去把这些东西上去他就一拉这拉说话他就用马康说起来三十世纪上去三八的你有把他们娘的这个的你要去这些看的这些东西有没他从我们那里就有我们三个东西今天我在这里这里你把这个细节出发了那个那个通常通常的这一块的细节呢哦现在有出错娘的有出错也是韩国出去的你们这个没到去呢这是配给我的你们也没明白你搞的了这些都可以把我用过的也是这东西这么是被中人是不信此意于夫众恒常漂泊轮回和悲怜难忍恶道苦什么叫做愚夫呢就是愚笨者为什么称他们叫做愚笨者呢就是从无始以来至今生生世世由于不懂得思维业力因果的道理不懂得侠满人生的珍贵的价值所以造下了许多恶业他们的缘分非常的低劣的这些众生叫做愚夫或者是愚笨者有些人会喜欢谈佛教徒的身份标榜自己是佛教徒别人不是佛教徒实际上到底是不是佛教徒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够看待慈悲心能不能够正视慈悲心跟菩提心的价值很多人会说这个世界上佛教徒的比例相对较少那实际上这也不是实情为什么呢因为皈依佛法皈依内道它也分为了外内密的三种层次外的皈依指的是信受三宝受皈依戒的人称为受三皈依的外的佛教徒外的内道徒内的内道徒是什么内心当中拥有慈心悲心跟菩提心的修行者叫做内的内在意义的佛教徒密的内道佛教徒是什么呢秘密层次的佛教徒是指心相续当中拥有成佛的潜能的也就是拥有佛显现如来藏的那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如来藏是遍六道一切众生内心相续的没有一个众生例外所以所有的众生广义来说都是秘密层次的佛教徒差别只在于你跟那个心性本性的距离远近的差别仅此而已所有的众生都是普遍具足内在意义的佛性透过这样子来认识所谓的皈依认识所谓佛教徒这个身份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一切众生都自然能够产生清净观自然能够产生慈悲心的所以要懂得在还没有这个殊胜境界之前暂时上应该要善加守护业力因果善加的去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心要设法着手对于因果的信受跟慈悲心的培养这点是极其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假使不懂得业力因果不懂得慈爱他人的道理那么我们就会随着六种烦恼而流转六道比方说地狱是否存在地狱当然存在它是嗔心的展现我们看到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冲突非常多的地方很多战乱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感受这些苦果就是因为内心的嗔心烦恼作祟同样的
吝啬心的自相展现，就是恶鬼道，它就会导致众生感到恶鬼道的业的显现。如果说一个菩萨他心里面充满了菩提心，充满了慈悲心，那他的境界就是另外一方面慈悲心的自相，也就是清净的刹土。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三恶道、六道或者是净土是否存在，我们不需要去管它是否存在，而是要晓得如果具足如是因，必然会有如是果，所以因果关系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呢，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可见的，比方说地狱道不可见，清净刹土不可见，所以就否定它的存在。我们仍然是可以从它是新的状态的自相的展现来了解，哦，净土是确实存在的，地狱也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于业力因果的充分理解跟信解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弊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道理，他最后就会尝到苦果的。龙明坦路那么可以把心是那就会让心主观接受，龙明这些他们那么那么给那么的有心因为我的那么给我心那么可以把心送把的了也不拉里边的送把的龙人明啊你把他龙的是把明啊你一把听的是龙藏是八名阿拉斯就八名吧，这个绿地的喇嘛们是啊，你那土地上的话是一直接的嘞，哎，喇嘛的恐怕不是喇嘛这个恐怕的，这个是我的主，这个土地上的话是一直接，你喇嘛呢他，谁喇嘛他喇嘛不参加的活动，这把咱的把也不用会有的，原来喇嘛各自打起不嘛，各自跟女的，过了这个送扎起不的。这里那么你们拿着我趁着我也扎起我让个刚去这个的上去刚才把那人的电板一个东也是满了吧，我说这个送的才满了这个送了第一年这个送就不得几滴起来的电板嘛呀，送起来刚才压的我不能就别吃完没法子，第二天就上手吃过的第二天就是上手吃过的第二天当地没法生出当地东南山族村，南京你是没了，最多到中国的东南山族村，各种山族村里的，就是这些东南山族村到中国的，五年的那么的那么山族村，那么深，那么深的，那都不那么的三百的经济在那里了，我也是，你那么就三百的经济送到统一杂些么的，送了统杂些也是，过来送杂些，送来偷杂些，现在他他妈的啊，我们这是家的，中午呢就是，那么各自接触了，他妈装送，他妈去送，我他妈装送去，怎么来的把，把钱干嘛去落去，钱就偷的，老王要来的，我如果考虑过了的，现在现在的，你我爱看差的要来，谁要要买的，对。这些有了上级命令，那么谁的上八的命令哪能出来了嘛？做一些的诸葛的同桌，那么的一个家里诸葛哪怕就是打插掉的，你往那一看，插的有的是，得到下过来，那么痛的是杂七不交过来，这得到可是王家就有是，谁那么被那么的，哪个那么杀手什么的是？那么三种什么说法的？南无的这三八等境界，这高级的我这那么深的，那么他在外面发生的路的，那么各种在外面呢，没那样。中等用的你按中药吃，你就那么多少药的？我那个从三八等境界进发的呢，各样的药没有药么？最好可能这里大家在大木棒上去的，那么沙巴的兄弟我叫沙巴兄弟搞这些，我顶你那么深的，到哪里深的那么深就把，这东南山就是你，希望他这个准备学你的，那么深的，你是没办法去的，那么的那些长期是，这个也是，这个那么样，各边的人送上去的吧。从常见的吧，从这那么深的，你怎么个一些人的，一些的让人
到我一起到这里那个中心医生里吧对下工这里比如小的那么多人小的很紧的吧那么多人小的很紧的上这里他的光景的电车那么多人是也没吧下工过来一点点光景是这样的可说听我说了某个他家有的这个说这样的我们因为通通一样的就出现来了嘛真的看到悲怜难忍恶道苦欲脱苦衣善巧施这些众生他们现在非常的苦恼因为非常愚昧无知的缘故所以在六道当中受苦如果要远离这些痛苦摆脱这些痛苦的话就必须要依止善巧的智慧的具足智慧的师长应当依止善知识那么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就要像至尊密勒日巴尊者所说的开示一样他说重点并不是这个上师心相续当中是否拥有教法续部的传承口诀或者是他有没有辩论的才华这个并不是医师的重点重点是上师具悲具足大悲上师对于众生跟弟子拥有广大的悲心这个就是依止上师最重要的条件当我们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应该也要晓得上师本身也分为外在内在跟究竟的上师当然对于外在的上师就是形象的上师的信心跟恭敬心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比起上师的